如果他不愿意的话，那我可以不做。我愿意，我愿意。没有捅破那个，体毛比较旺盛嘛，你是个毛猴。嗯，对啊。要做就要做到极致嘛，对吧？去刺激一下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大曼。Hello，我是小袁。今天终于是拍了一期50问了，终于来了啊！对，但视频可能会有点长。大家要耐心看完哦。其实第一次不是很愉快的。怎么个不愉快法？归根结底，责任都在你身上，好吗？别的放屁了，少在这。真的，他真的就在那里横冲直撞、不守交规的那 种。不不不，是因为当时我们还是新手嘛，对吧？就，哎，不太熟悉路况嘛，是吧？就，哦，你还看交通指示牌是吗？你是在里面安了个红绿灯吧？但其实后面我们还是蛮愉快的啦，我算是吧，因为就是，运用到一些口技啊、B-box 之类的，这 可以这么形容吗？我们是在2017年2月4号认识的，但其实这不是我们就确认关系的那一天，这是我们就是第一次见面的那一天嘛。因为觉得缘分的开始嘛，对吧？所以后面那个纪念日也是定在对这一对对。天。然后怎么认识的？是在第一面是在公交车上嘛，然后我是转校生，我去学校报到嘛。然后那个车子上就全都是学生都穿了校服嘛，就只有我是没有穿校服的。然后我就感觉在那个公交车后面有一些眼光是吧？就盯着你。我感觉有点不寒而栗的感觉啊。然后因为早班车嘛，上来人越来越多，我就顺势我就往后面走了嘛，往后面推。然后就那个司机开车特别的，怎么说呢？快有点急吧，特别的因为急。我们那个快到学校那里有个拐弯，就是挺大的一个，然后他当时可能就太柔弱了。就没有站稳，就哎就倒到我那个身上了。啊，对，然后我们就四目相对啊，我们是就的，火光迸，火光四溅是火吧？光四溅。就其实他当时为什么就是我就没让他起来嘛，因为他那个位置一腾空嘛，就旁边的没人就有会了。挤过来了，就根本就站不起来。然后当时想的是也没有多远了嘛，那就算了嘛，就这样嘛，对吧？然后为了缓解一下尴尬呢，我就跟他唠了一下，对吧？好吧，就勾搭了一下。他勾搭了一下。对，我就问了他，我说你是哪个班的啥，就是客套一下啊。然后哎，碰巧他刚好是就到我们那个班的。对，我感觉有一种自投罗网的感觉嘛。再到后面的话，跟他做过一段时间同桌嘛，那不更熟了？就你来我往的，你侬我侬的，熟了之后就把他带回家玩儿。然后那天挺晚了的吧，就乡下也打不到车回去。你这是故意的吧你？对，然后给他备了那个牙刷，然后毛巾啥的。那毛巾是我的，然后睡衣呢也是穿的我的嘛。他那会儿咋说，有点敏感吧。然后到了床上也不说话，然后过了一会儿，他就突然冒出来一句，他说：“哎，你咋对我那么好啊？”然后当时其实我有做准备啊，大概知道他说了什么意思，然后也是忐忑了一会儿，然后把他手拿起来，就在他那个手掌心啊，就写了一个那个"我爱你"，就一笔一画的，很认真的那种，因为怕他那个不知道嘛，他应该感觉到了，那种环境很安静会，对。嘛，对，所以比较触动吧，然后后面对吧，就鼓足勇气对吧，也是第一次跟他就是那个亲亲嘛，是吧？其实这也不算我们很正式的一个告白吧，没有就是那种语言上面的那种告白啊，就我们更多的是那种行动方面的，就是那种暗示，就包括我们之前夏天的时候嘛，就是读书，然后我的那个手臂嘛，碰到他那个手臂。他也没有回避嘛，就都懂吧，对吧？就没有捅破那个，窗户纸。对，所以感觉还是很奇妙吧。这只是我们一部分的故事了。哎，我们不是有个广播剧吗？同哦，名的。那个就是完整版的了，就是搜索原漫广播剧。我看谁也不知道。这个应该很多人都好奇吧？弹幕可以先猜一波。给你们3秒钟时间。OK，首先在我的认知里面啊，我喜欢的是一个男孩，
就我们拥有同样的东西嘛，对吧？看哪里啊？所以他可以的话，那他就来；那他不可以的话，那我就来。如果他不愿意的话，那我可以不做。我愿意，我愿意。所以我爱的首先是这个人，而不是所谓的一些快感。嗯，说重点。我是一。你这么没有底气吗？我是一。这可就多了去了啊！他一个睡觉前，他喜欢唠嗑，他困得要死，躺着不睡，他要聊，然后就是洗澡啊什么的，不带浴巾，总是光屁股走出来。还有就是什么袜子喜欢闻呐、啊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袜子都闻我操！金属也见不得人的。那像你的话，那你还不是喜欢闻我的屁？我谁喜欢闻你的屁啊？那就是喜欢闻我的。你这个倒是。其实我最大的癖好就是。太过于爱对方了哦，这是个癖好是吗？这是个爱好。多水词这个随心所欲吧，是吧？嗯，就是想来就想来就来，只要不发言就好了。等下还是挂男科是吗？姿势的话，其实哎，怎么讲呢？我喜欢正对着看着他，就是脸对脸的那种 face to face。对，我感觉看到他的那个表情，我感觉很有成就感啊。为什么会有成就感啊？癖好吧，你是爱好吧？哇，这个很敢问呢、啊。但是你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，感觉谁做那个主动的那方都不太妥吧？嗯，像我的话是体毛比较旺盛嘛。你是个毛猴，然后声音还比较灵动。但是那样也会很影响观感呢、啊。像他的话，就是声音会比我低沉一点嘛。但是他、嗯、是这样吗 ？Come on, hurry up。但是他那个身上就是又很白嫩啊，就哪里哪哪都感觉，哎，就不多说了吧，就是想象一下啊。你的快乐没人能够想象。有过。嗯，是这样的，因为那个时候高考我的分数不是很理想嘛，然后还差一点，然后我们两个在选学校这个方面上呢。有一些冲突，两个人有些争执，意见不是很相同嘛。嗯，我可能还是会，我是觉得会想让他去大城市发展嘛，但他自己就觉得，不想出远门，不想出远门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也不想异地，因为我觉得异地嘛，我认为啊是不太靠谱吧，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靠那个手机去联络感情嘛，就可能有时候一两个月啊才见个一两次是吧？嗯。就他也会有他的那个圈子，我也会有我的朋友，对吧？就两个人都会有各自的生活嘛，嗯，所以就会有些交叉，就是不太能够，有的事情就不太能够理解吧。像有的时候我在忙，对不对？我可能回复的就慢了一点，没有那么及时嘛。他可能就会想你是不是有点敷衍啊，对不对？可能就他就会多想，我就会生气。对他生气的话，那我也会生气，是吧？我也会觉得，哎，我刚在忙，为什么你会生气呢？是不是？就两个人的话，这样子的话就会导致。一个很小的事情会被放大，嗯，所以说能不异地就不异地吧。如果非要异地的话，就尽量语音吧，或者是打电话、打视频啊什么的，都是一个很好的沟通方式。但是还是建议不要异地，不异地就别异地。这个必须我来说，真的，就去年我们在家旁边一个超市嘛，然后我那时候坐在那个购物车上。然后他在旁边拿东西，然后迎面走过来一个小姐姐啊，就说，走过来，他就说，啊，小哥哥，刚刚您身边那个帅哥是您朋友吗？对啊。然后他就说，能不能要个他的联系方式？而且我当时就在旁边，我们还穿的是那个情侣装。对啊，这看不出来吗？是不是我不发火就帮他傻子啊？你别笑，你等我一下。那、啊、凭什么我是小哥哥，你是帅哥，你很帅吗？像有一次小袁不是去出差嘛，然后送他去那个高铁站，就过去的时候还好，然后回来的时候，香了，也没有。回来的时候躺在那个床上，感觉从未有过的自由，因为他睡觉很不老实，知道吧？就缠来缠去的。但是到了第二天起来吧。就家面都是空空的嘛，就那一瞬间就会很想。我跟你不一样，我是刚起床我就会有这种感觉，
就比如说你可能去买菜了，你可能去上厕所，然后手往旁边一搭，没有人，就那一瞬间，那一瞬间就很想。不会耶，就它只会让我多健康一点吧，就是我可能是有点那种 SM 的倾向啊，喜欢被命令是吗？就有的时候做错事儿，他就会在那里就碎碎念嘛，就念叨，就哎，你今天怎么，你怎么又那啥了？拜托，你的话也很多哎。他还有就那个口头禅，就是我真的受够了，但是他还是一如既往的会接受我的缺点吧，对吗？嗯。其实我蛮想尝试蹦极的，但我这个人嘛，有点恐高，但是又有点想玩，就又菜又爱玩是吧？那你呢？我尝试一下户外吧。其实钱的话，基本上都是小袁在管。希望有的时候我发了工资的话，我也会就是转给他，因为我这个人自制力比较差，你知道吧？嗯。像有的时候钱可能少了的话，我还会找他借。嗯，对，是要打欠条的那种。没有没有，因为我们有一张那个共同的卡嘛，就定期会在里面那个存款。嗯，但他就是有一种奇怪的浪漫嘛，他每次存的金额都是啊、什么520啊，什么1314啊，什么。要因为要做就要做到极致嘛，对吧？嗯，这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我们去外面吃饭嘛，饭店里面，然后把那个菜单让他点菜，他给我点了份那个香菜炒牛肉，我就挺奇怪的，我说你不是不喜欢吃香菜吗？当时他还尝了一下啊，我就是挺纳闷啊，因为我觉得这种是生理方面的东西就很难改变吧，但他就是会去接受我喜欢的一切啊，就接受对方的嘛。对，那你不也是不喜欢吃甜食吗？是的，像他的话，他喜欢吃那个乔乐兹，我觉得那个是有点腻的。但是我觉得跟他在一起久了之后，这种变化是那种潜移默化的吧，就是也会去尝试接受对方喜欢的东西。对，这个好难啊，你来答吗？很深奥的问题啊，感觉。就嗯，我也只能就是分析一下，就是我眼中的爱情和亲情吧。就是打个比方啊，就假如你有100块钱，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可以就是说我全部花给你，对吧？你全部花给我，就你可以图个开心图个快乐嘛，是吧？玩点浪漫什么嘛。但是你有了家庭，有了那个变为亲情之后，更何况有的时候有了小孩，是吧？你就要如何去考虑这100块钱的怎么花，花在什么地方了，就不能说只一昧的就图个快乐开心什么的。对，更何况我们还有4个孩子。你别乱说，那超生都抓走了。所以这个我们回答的也很片面啊，就不是很具体吧，因为感觉还是有点遥远啊，虽然对吧，现在还是如胶似漆。对。你别看我跟他谈了几年了，老夫老夫的。嗯，对，也有过没有新鲜感的时候。我觉得这个不要去从人的角度去出发吧，不要去框架自己。就像你就小袁嘛，他有的时候爱看那个韩剧，但他也会陪我一起看那个美剧，就是你感觉到不喜欢他，你不要一直去强调这个事情，嗯，不然你会当真。对，要去尝试，要两个人一起去尝试新事物，去刺激一下。好了，暂时先聊到这里吧，怕录多了你们也不想看。可能是因为某人太懒了吧，不想剪辑吧。少在阴阳我，怎么不剪？这个嘛。那补偿一下，来个结束文吗？这个好舒服、啊。最喜欢的部位，最刺激的一次。走，洗澡去了。啊！哎，记得301，下期聊。没关，下期见。一起行。